好，我们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8年2月19日星期二中午12:02至7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玉琴等12人，主席吴委员自扬。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33案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好，无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5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2-3，委员赵振宇等依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市委员张廖万坚等依据《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5-7，委员罗秉才等依据《自来水三法》自来水法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8-11，委员郑明忠等依据《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强制执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教育人员内用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大学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2，委员段宜康等依据《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3，委员林静怡等依据《家庭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4-15，委员洪忠义等依据《灾害防救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6-18，委员黄昭顺等依据《公民投票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委员蒋乃馨等依据《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0-23，委员林奕华等依据《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0-26，委员林德富等依据《全民健康保险法》《就业保险法》《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7-28，委员李定才等依据《中华民国刑法二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9-30，亲民党党团依据《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劳资争议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1-32，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岸巡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3，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奖章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4，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法院组织法、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及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5，劳动部函送书面资料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局国防两委员会。36-146，司法院、人事行政总处、立法院秘书长、侨委会、经济部、国发会、农委会、公平会、劳动部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47-151，财政委员会等函为行政命令已于审查期限请查召案。152，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名单请查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2，委员邱泰源等依据《再生医疗制品管理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4，委员洪忠义等依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5-7，委员李立芬等依据《少年事件处理法》《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8-9，委员吴玉琴等依据《物理治疗师法》《职能治疗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0-11，委员陈继明等依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2-19，委员陈廷飞等依据《能源管理法》《农产品市场交易法》《粮食管理法》《动物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灾害防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0-22，委员罗志正等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社会救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少年事件处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3，委员叶宜津等依据《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4，委员赖瑞荣等依据《新经济移民法》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
二五，委员马文君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教师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六，委员王玉明等凝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教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七至三一，委员曾明忠等凝聚《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组织条例》教师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保险法、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二，委员蒋万安等凝聚《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咨询。宣读完毕。好，我们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咨询通过。好，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审查者五案。二一，请愿把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者四案。三一，咨询行使法六五条二项规定含转权的经营处理者九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报告委员会啊，请各党团依协商结论，于明天二十七日星期三中午之前，将参加本会期程序委员会名单送到议事处会诊，以便寄送第四次院会议程草案，并于三月五日，就是下个礼拜二中午进行程序委员会招委选举事项。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散会，谢谢大家。